那在拍《刺客列传》的这个途中，我发生的糗事是因为我的那个造型是要粘胡子嘛，然后就是很威严。你是粘的？不是，是粘的，说不定有两个月可以到那样。可是因为那个胡子是粘上去的，所以我的表情就是一定要保持这样子。因为刚好我也是演一个很严肃的人，可是其实那个胡子已经粘到我，他已经把我整个笑冠都黏住，就是固定住、定住，所以连我讲话也是这样，就嘴巴整张这么大这样子。那可是现场我们有时候就是会玩一下，会想要笑什么，我一笑那个胡子就会立刻这样啪开，整个啪开了，是吧？啪，就是崩开，崩开，对，我的胡子就会崩开，所以我常常在现场很想笑，然后不要笑，不要让我笑，不要让我笑，就是呈现这样的状况，就蛮糗的。那我的故事都是关于马的，我记得大家都说上骑马的时候一定要很帅，然后尤其就是要上那个马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不希望就是有那个就是上不去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很想要很帅的一次就上去，然后直接踩到我的那个裙子，然后大撕破，就很帅的上去，可是裤子全毁了，然后就是还是要帅，继续演对，还是要帅。那我的糗事就是我的是我们在那边拍打戏的时候，然后那天下大雨，然后我的手机就放在椅子上。突然那个雨一下就啪，我去看手机整个在泡水，它整个是湿的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横店过的两个礼拜没有手机，真的很好。我的糗事是我跟千闪打戏的时候，我太多日了自己的角色。这不好吗？是好的，但是我真的打到他的声音。Oh my god！ 又觉得赞。这就无敌了，超无聊一点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球。